嗨，大家好，这是小黑志。今天到了这个 Fisking 的托特包，是一样是客订的。那图通话就是像蜡笔画的，中生世纪骑了一只马这样，然后他们的印第安风格，像酋长的这个羽毛帽。Fisking 的话，我觉得它在做工上，看像看那个车型，都做得非常好。做得很好，然后会有这种细节皮标呢，里面也一样。我们看一下内装啊，跳一下。Fisherman 的话，买东西它的单品都会有这个标，然后这个雷标贴纸。再来内装的部分。像很多托特袋，通常都只有没有这个内袋，就是一般托特袋。那 Fisherman 这一个就有这个内袋，内袋的话也有车上皮标。那讲到 Fisherman 配件的话，我觉得最近也不是配件啊，最近他从这两季开始就发了一本杂志，也是在店铺就贩售的。那杂志这是第二版的，那就有里面就有很多讲到可能中春世纪在一些设计发想上啊的启发啊等等的，自己翻过之后觉得还蛮棒的，目前也有在贩售，好，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联系到我。